如果您是 COVID-19 密切接触者，但没有 COVID-19 的任何症状，那么您不需要自我隔离，但需要遵守 New South Wales Health 的指南，请避免去医院和养老院等高风险的地方，请尽可能的在家里工作或学习。如果您需要上班或上学，那么您需要得到雇主和学校的批准。如果你年满12岁，那么在室内需要佩戴口罩，在自己的家里您不需要戴口罩。请避免与您不住在一起的人举行大型或拥挤的室内聚会。如果您需要参加，请在去之前做一个快速抗原检测。从您的密接来源者的最后一次 COVID-19 检测呈阳性算起，请在7天内遵守相关规定。如果您有 COVID-19 症状，那么您需要自我隔离并做 COVID-19 检测。作为有症状的密接者，如果您的检测结果为阳性，请遵循 New South Wales 的相关建议。如果您的检测结果为阴性，请留在家里，直到您的没有症状或症状全部消失为止。详细资讯请查阅新州政府网站 newsouthwales.gov.au。